谢谢谢谢，好紧张好紧张，我演出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。是，谢谢。作为前两年比较火的演员，你知道现在后台待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很难过很难过。嗯，真的，我早就跟我师傅说，我说不行，给我们调前面了，张云雷前面。我师傅说不行。对，行，你好好演好好演啊。既然已经到这儿了，今天又是钢丝节，满坑满谷的观众啊，今天来那么多观众，哇，调价很贵吧。大家能有票就不错啊。嗯，谢谢。 能进来就不错。哎，真是谢谢谢谢。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这就是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啊。对，今天呢又是一个钢丝节。嗯，每一场的节目都不一样，是人员也不一样，还有翻场。哎呀，还有翻场。特别了不起。刚才是张云雷、杨九郎，当今我们德云社最火的演员啊。是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。是的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嘿，因为已经过时了。这个我还能笑得出来，这种心在滴血。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啊。我叫岳云鹏，是一个小学生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依然还有掌声，我心里特别开心啊，特别高兴。谢谢谢谢，可以了。谢谢谢谢，爱你们爱你们啊！观众还是不累。这是我的搭档啊。嗯，我们两个给大家说一回相声。相声大家都知道，四门功课。说，您是红过了，我是没了。不是，怎么了？您说我名儿啊？这不是大家都认识您？那也得说呀，对不对？大象。这是我的搭档孙越老师。哎，您老师。继续啊，指着你们站点儿呢。我们这场规定是30分钟。那你别说出来呀，别说出来呀。行，5分钟过去了，行行。又来5分钟。谢谢，还有爱孙越老师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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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了不起。嗯，行。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呀？好好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说明大家呀都喜欢相声。哎，对，这是好事儿。嗯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些个中年相声演员，我们这也不行。像我们这些将死之人呢，也喜欢相声。您的意思就是能活着下去就行？我不知道现在观众的口味这么重口味了啊。您不看您接的谁？就听两个老家伙在这儿啊絮絮叨叨。大家都喜欢相声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呢也喜欢说相声，喜欢，要不我没法进行了啊。对，喜欢研究相声。哎，对了，这些个素材怎么来的呀？您说说。打生活当中来。是，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。老话了，大家喜欢听相声，哈哈一笑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二气均分，食归大肠，水归膀胱，对身体啊有好处。您说膀胱的时候别比划这边行吗？行，真就是对身体有好处。有好处是。那么说这人得了病怎么办呢？得病怎么办呢？去医院。没猜到吧？是不是没猜到？就这么神奇。这个转的还挺愣。得了病得上医院。那是，但是很多人啊都容易这个得病，大病小病不一样。哎，对，有的病看得见。嗯，有的病看不见，有的自然生长。嗯，有的后来创伤，有体先天的，对不 对？我们后台就有很多人都有病。后台都是病人啊。很多人有病。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侯震。就是没赌气没来那个 啊。
往常都是他主持啊。对，今天说听说是什么，因为什么颜值还是因为什么？就啊、对对对，啊，就是因为长得，嗯啊，就没让他来。是侯震，相声世家，对，侯本林的长子长孙，没错，相声说的。真是，现在是我的，现在是我师傅的司机，你知道吗？您等会儿吧，相声世家怎么现在改司机了？他就是，啊，嗯，就是不太会，就是世家，哎，就是纯世家，纯世家啊！哎呀，他。哎呀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那是，对，我比你还舒服呢。纯世家跟相声没关系，但是呢，这个喜欢开车。哦，好开车。哎，给我师傅开车啊，司机啊。前两天出了点事儿。什么？出了点事儿。侯震开车出事了。对。哦，你师傅怎么样？我师傅能有事吗？那不是侯震给你师傅开车，他我师傅没在。侯震自己开车出。啊。拉空了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嗯，那天啊，这个保姆要去买菜，侯震说：“来，我去买，我去买。”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吧。你一个司机，你管保姆的活干嘛？不是，他跟保姆关系特别好，知道吧？我师傅家那个房间，哦，每个房间都有名字，他那个名字叫四宝斋。什么叫四宝斋？司机保姆的房间，你知道吗？婚房。四宝斋上下铺。不耽误事儿，哎，俩人关系挺好的，那还不好。保姆说去买菜，侯震说他去帮忙，嗯嗯，哎，开着车就奔上高速了。哦，你收住得远，住得远啊，嗯，买菜得上高速，经过一段高速，对，在高速上出事了，怎么了？怼了，撞车了啊，而且是连环怼，哎呦，前面车后边车当给侯震怼中间了，夹中间了，挡风玻璃噗一下，哎呦，就进嘴里了。那他开车时候一定说话来的，他是个嘴特别碎的人，哦，那么自己开车给收音机捧哏，不是相声世家吗？对，世家本色啊，是不是自己的相声平时也不怎么可乐？对，也是，那世家现在都是半导体里活着呢啊。87.6大鹏的那个节目啊，开什么开心茶馆啊，嗯，欢迎大家收听开心茶馆。好，是没错，捧哏，哎，挡风玻璃噗，哎呀，进嘴里了，怼嘴里了，满嘴的血呀，啊，哎呀，您的侯震都那样了，你那么开心，啊，是满嘴血，他再也不能给我们榨汁了。哦，对不对？不能告状了，哎，再也不能说我们不好了。那是好事，哎，嗯，为民除害了。这是侯震，哦，就这么惨。对，就这么惨。哎呀，啊，有的朋友说后来怎么样？后来跟我没关系，他就不能扎我的汁儿了，就结束了。哎，对，没有后来了。哎，嗯，这是侯震，孙老师，我怎么了？前两天也不舒服。什么叫不舒服？难受哪儿啊？嗯，嫂子，那个。您说清楚了啊，嗓子，哦，就这儿闹扁桃体发炎，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医院，家附近有一个医院，瞧瞧去啊，叫会好的医院。啊，说的是病人，说的是医院的产业呀。会好的，这越是买卖稀是怎么着呢？具体什么原因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叫会好的医院，三甲医院。哦，三甲会好的，会好的。三甲医院，嗯，就去了，进那个诊室，嗯，迎面有一个桌子，哦，哎，大夫在里边坐诊室吗？哎，嗯，旁边呢有一个这个洗手盆消毒的，墙上供着喜来乐，对，他就进去了。哎，大夫，等会儿，墙上供的谁？喜来乐。你供刘罗锅不好吗？这人一脸没有文化的样子。谁供刘罗锅干什么？喜来神医喜来乐啊？那没供喜来乐的，那供华佗呀。你供起来，你供李宝田干嘛？我就问。真行，挺大个医院，你搁个李宝田照片儿，什么事儿呢？其实我就不爱跟你聊天，供什么李宝田？喜来乐，神医喜来乐吗？喜来乐照片啊？那照片谁啊？李宝田啊？那不一样吗？那你废话，他演的喜来乐吗？那没有供他的那也。
那得供啊。什么医院？那得供啊。医院是会好的，这玩意儿好得了吗？这会好的。哎，大夫站起来问，哎，怎么了怎么了、啊、大夫，我嗯、啊、我难受难受，我看你快死了，难受。这是吗？得亏你来得早，知道吗？嗯，晚一会儿怎么我都下班了。你们好不了，你们来张嘴张嘴、嗯、哎，说着话大夫从兜里掏出一个雪糕棒来，知道吗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来，您等会儿。脏不脏啊？雪糕棒缩了完了搁兜里了，还什么缩了？鸭舌片，鸭舌板，鸭舌板，鸭舌板，雪糕棒、哎、把舌头伸出来压住舌头、嗯、啊，还挺甜啊。嗨，也没缩了干净。哟，扁桃体发炎啊，啊，瞧出来了，扁桃体发炎、嗯、没关系没关系啊、嗯、手术手术好了。哎，我把扁桃体拉了。扁桃体拉了吗？啊，这倒没。扁桃体其实啊没有什么大用，它就是预警、啊、这有的人哪、啊、生病了难受，他走扁桃体，哎对，或者走鼻子走嘴走耳朵走耳朵走脚后跟。走脚后跟这什么病啊？这是它不一样，它不一样、哦、为什么人有脚气，对不对？它就是释放那个毒。哦，对不对？我就有脚气。哦，十个脚趾头八个脚趾头缝全有脚气。哎呀，特别酷，没事没事搓一搓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真恶心，我跟你说，扁桃体拉了就行了，知道吗？上楼做手术，做吧。啊，那个打麻药，打吧，选麻药吧。您等会儿吧。选麻药还有选麻药啊？人麻药分三种。哪三种？口服、注射、喷雾。口服500，注射1000，喷雾2000，哪个管用啊？哎，说这口服是什么？口服啊，就是白酒，白酒，一斤白酒喝下去，当时就晕倒，啊，哦，注射就是传统的注射，哦，传统注射。哎，那喷雾呢？喷雾呢？喷雾就是把那个麻醉剂呢放到加湿器里头，2000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这个怎么那么贵呢？加湿器送你了。大我一加湿器，来吧，就白酒吧，500吧，500吧，白酒，哎，500块钱一瓶白酒，就牛二锅头那个，没有广告，喝下去啊，当时飘了，哟，这一杯我就飘了，一瓶啊，一整瓶，嗯，大夫，嗯，欲仙欲死，什么酒也不知道到底，我感觉啊，就不用了。这忘了疼了，就不用手术了。哇、啊，好舒服！哎呀，这个大夫啊，大夫，我只有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有没有花生米？有花生米，再来一瓶。嗯，我现在急需花生米。行了，别废话，别废话，做手术啊，做手术。嗯，当就躺地上了。您等会儿，躺手术，咱们躺地上了。当时没准备好嘛，躺地上。叫一系列的这个护士，一系列的，好，我头回听说这词儿，一系列的护士，就各个科室的这个护士，哦，全员出动，俩护士抬得起来吗？那你让我坐在那儿喝不好吗？你也没想到啊，是的，你想让我站着喝，当时撂那儿了，干嘛呢？这撂马呢？你们这，来吧，嗯，差不多七八个护士，是吧？够壮的护士，抬起来。放上去啊，手术做完没事了。那就过去。转天来又难受了。怎么又难受？馋酒了，又想酒了。酒腻了我啊。哪儿啊？嗯，阑尾炎。哦，就这儿，阑尾。阑尾。哦，阑尾。这阑尾。说好了。说好这儿。这儿啊。对对。嗯。就觉得难受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阑尾疼啊。怎么办？难受啊。嗯。上医院，会好的医院。哎。我早晚死这儿吧。奔那个诊室。啊，大夫。对。迎面一个桌子，里边是大夫，这边一个小。李宝田。供着喜来了。冲他也好不了，我现在。大夫，我又难受了，又难受。嗯、哪儿？嗓子怎么样？嗓子好了，但是我可能是这儿。哦，阑尾炎。动手术啊，没事，动手术。都得手术。走，上楼，三楼。三楼。嗯、换了一个这个手术室。到那之后，先生，选麻药。怎么又选麻药？选麻药啊、嗯！我们这有三种麻药：口服、注射、精神麻醉。
口服注射我才能理解，这精神麻醉是、精神麻醉就是给您讲故事，争取让您开心的晕过去，或者是难过的晕过去，看您选择是哪个、大喜大悲、对了、对了，大喜大悲，你看这玩意儿挺人性的、省酒的，这个我没有试过。来来，精神麻醉、我听听，我怎么能我大喜大悲了，我躺好了啊、躺好了，精神麻醉、先生我躺下了、这回想你先让我躺了，先躺好就这么开心了，废话，你看麻烦成护士一系列，他的这人还挺好满足，来躺好了啊，闭上眼睛，争取让你开心好不好，闭上眼睛我就开心了。其实我认识您，您不是说相声的孙越吗？啊，认识我，对不对？你们单位很多人都特别可乐，对不对？您说说我听怎么可乐。你们后台有个烧饼，对不对？听说了吗？最近被评为西城区十大美男之首，开不开心？西城区没人了，长那模样还美男之首啊，这个不足以让你开心吗？这我能开心吗？能够气死，能够气死也行啊，也能晕过去。我能自己晕过去就行。对，只要能晕过去就可以。啊，您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这个不够，是不是？这过劲儿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你们后台有个演员叫栾云平，小栾，栾怼怼，这怼人呢？对，栾怼怼。你听说了吗？怼人世界锦标赛，他拿了冠军。谁办这比赛？有一个题目叫《梁山伯与祝英台杠》，你知道吗？可乐不可乐？不可乐。抬杠有什么可乐？这不逗，这不逗。不逗这个。于谦，于谦怎么了？前两天烫头烫死了。哟嚯，这早晚，开不开心？刚有一点那个劲儿。好嘞，好嘞，有开始了，您再来点开心的，我听听。好嘞，好嘞。那个，哎，你有一个搭档叫岳云鹏啊？有，这两年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他电影《鼠胆英雄》没有票房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都豁得出去了，确实没有票房，难得自己说啊。这对我不管用，你要岳云鹏来了，没准能晕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你一说票房，当时就死。那个，我要把大夫微信推给你。哎呀，这也不行啊！我再问你，宋老师，多久没有发工资了？动手术，嘎，晕过去了。我还有钱动手术呢。哎，没多久醒了。醒了，醒了，那挺好。哎呦，做完了，大夫就问他，哎，先生，这个伤口，缝不缝？多新鲜呐！我躺着都亮着呢，我招苍蝇了一会儿。你们损不损？我躺着亮着，合着我。什么意思？我展示什么呢？我这什么意思？缝啊！我说话都漏风了一会儿。为什么不缝？为什么？快缝！不是我们这缝呢，有三种。怎么？您能一气儿说完吗？就我这亮着跟你聊，我得。我忘了提前跟您说了，缝有三种啊。这个一种是正常的那种缝。我觉得怎么缝都行。需要拆线的缝啊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？别问了，我就还挺有心气儿，我还乐意聊。还有一种呢是胶布啊，就不用缝。那我当破轮胎了，补上了。没事，还能揭开看一看伤口怎么样？没听说过。这是一种。我藏点私房钱，我得。还有一种是。我还揭开看看，揭开出来了一会儿。像话吗？这啊，对，取出它的阑尾，您要不要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啊！还有一种最贵了，什么？五千啊！五千这怎么这么贵？这个啊，这怎么那么贵？我呀，我们给您缝一个我们医院的 logo。这，我没收你们钱就不错了，我会好的，怎么样？人家有哪儿缝的会好的，我怎么了我？看我这，行，赶快缝，怎么缝都行，别晾着了。缝完了，好了。那不好了，没事，你看，哎，别拍，没事了吧？这是孙老师的事儿，我算活下来了啊！飙可乐的孙老师的父亲，哎呀，时间差不多了啊！靠我爸爸占点儿呢。
孙老师的父亲啊，铁铮铮的汉子，有血有肉。那也不经你们折腾。有血有肉。这废话，没血没肉，我爸爸木头。纯爷们儿。废话，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？都废话说的这都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您说的都废话，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？这。纯爷们儿，铁铮铮的汉子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知道吗？好不了了。我跟他关系特别好啊。前两天就电影《鼠胆英雄》上映之前，怎么着？他跟人家打赌。我爸爸跟人打什么赌啊？哎，嗯，我打赌《鼠胆英雄》票房30亿。嗨，吹这牛也就打，哎，不行，打什么赌了？票房一定超过哪吒，我打赌。我要是输了，哎，你抠我一只眼。我爸爸这不就自杀吗？事实证明，抠了。眼睛没了，哎，对，好，我爸爸犯什么脏头？眼睛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去配眼。这词儿好。我跟他关系好啊，那是我跟他一起去的呀。但我没你那眼睛丢不了呢。海淀有一个地方叫右眼堂。什么？右眼堂？什么右眼？就只配右眼。哦，左眼不管。哦，左眼不管。哦，就配右眼，很多种，陶瓷的。哦，檀木的，檀木的，怕我爸爸长头。好，檀木的，不锈钢的，哦，琥珀的，这值钱。我爸大黄眼珠子，铁的，哦，铁的。对了，他父亲呢，为了省钱，怎么呢？选了一个铁的，也结实啊。行吧，就结实，结实 啊。塞进去，就塞进去了，塞进去了。嗯、他那个铁的眼珠子呀，嗯、沉，实心的吗？可不是吗？哦，沉一个得有七八两，是吧？七八两，纯铁的呀。哎呦，没有两天，这右边脸啊，耷、嗯、拉下来了，坠下来了，就都给压下来了，这不掉嘴里了？就这样，他父亲掉什么嘴里？掉什么？废话，耷拉下来了。怎么那么惨呢？听着，他父亲呢有一个铁铮铮的汉子。我说不说这一句？他父亲有一个爱好，知道吗？就这样还有爱好？有爱好，跳绳。我爸爸爱耍流星。哎呀，导致这个眼珠子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。对，这边都空了。对，给脑仁再拽出去。这里边都空了，哎呀，没事拿出来看一看，还看看干嘛去？好玩啊！这有什么好玩？怎么拿它抠不好看，知道吗？抠不好看。哎，磕！哎呦！哎，这往外磕，这我没接住怎么办呀？好的嘞，再摁回去。哎呀，再来！哎哎。我爸爸真是个爷们儿，那是铁铮铮的汉子。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拿眼眶吞铁球呢。哎呦，行了，哎，拿到手，多漂亮啊！还漂亮呢，你看这眼珠子画的啊，就这么神奇。什么？啊，后面有人？对，没这么看着，干嘛还带摄像头是怎么着？还吓唬谁呢？这个。哎呀，我写这段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可乐呀。我没想到怎么就同意是我爸爸了呢。原来我说写于老师多好。后面有人。哎，行，后面催你了。塞进去。啊。好，晚上睡觉啊，他躺着更难受。那是掉脑子里的。当啷。往后走啊！废话，怎么办？睡觉前需要磕出来，知道吗？又来了，哎，我爸爸单手打标，单手接标，行，嗯，哎，行，可以了，坏了，怎么了？没接住，哎，对，我说早得掉地上，怎么办呢？啊、嗯，哎呀，一只眼找不着，找一只眼找另外一只眼，好、哎。想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吸铁石。
哎呀，拿一大吸铁石那么大个儿，在屋里头，哦，着眼呢。哎呀，吸上来了，天啊！哎，在这儿了，全是铁砂上面啊。哎呀，那你洗一洗，万一不是这瓶子盖怎么办呀？真行，吸着就搁眼睛里呀你！这么脏呢，我去！但重量是差不多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洗一洗，你消毒。哎呀，哎，我要干嘛来的？哎，啊，对，该睡觉了。哎。你安进去干嘛呀？放到碗里头啊，你消毒液，睡觉。嗯，放在碗里，碗里有水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他父亲半夜起来喝水，坏了，得改吞铁球了，给喝了。哎呀，喝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知道孙悦有认识大夫，对，会好的。李宝田的粉丝。发短信啊、嗯，忙发。咱有一只眼，就不用。哎，对，就不用。这边没了空唠唠的。孙悦你好，你要不张嘴看看？孙悦你好，不行，撤回。高了，我跟孙悦不用用你好。有没有眼其实一样的。孙悦，你在哪儿？我的眼睛被吃了。好，嗯，还是我自己吃的。那废话，别人谁下了句嘴呀、啊？我现在很难过。哎呀，左眼欲哭无泪。那是，嗯，都流到右眼眶里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嗯，打球眼了，我吧。哎，我可以发语音呢。您早干嘛去了？赶快奔医院！赶紧把医生的微信推给了他父亲。嗯，奔医院了。去吧，奔医院了，找大夫。大夫说：“你这张嘴，我看看。”嗯，拿着压舌片一压，哎呦呵，看见了。怎么？坏了坏了！怎么了？下去了。你看，你给杵进去干嘛呀？你要不下，还卡在这儿了就。你压开道掉下去了，真讨厌！赶紧做胃镜。哎呀，哎，胃镜它是有那管啊，对对对，那叫摄像头，杵张嘴，哎，好了，杵，对，前面小爪子给抓出来，哎，看见了看见了，嗯，黑的，哎呦，还挺圆，哎呀，你拿出来，哟，坏了，怎么了？下去了，你又给杵的，杵下了，你老追着他干嘛呀你？到肠子里了，赶紧做 CT，、哎、做吧，照各种照，嗯，大夫一瞧，呵，你这个没在这个肠子里，没在哪儿呢？已经往下走了，啊，行了，这快找着路了，您去。嗯，往下走了。您去肛门科吧。哎，对，哎，肛肠科呗。到那儿肛肠科，瞧一瞧。到那儿脱了裤子。嗯，大夫，您这动作有点夸张了。这是大象啊！您这干嘛呢？扒门帘子呢？过分了，您这有点。你没，我坏了坏了坏了，怎么坏了？我看了一辈子这个啊，今天啊，怎么他看我了？去你！怎么你烫着了是吗？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怎么隆重啊？20个字来形容他，这么多吗？这如雷贯耳，是啊，皓月当空，过奖了，名驰宇宙，不敢呐，晃动乾坤。这都是我吗？神马玩意，我夸你呢是吗？自个儿都知道吧？不是我谦虚，您别说我了。今天观众看谁来的，心里明白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啊。还要介绍你名字吗？那该说也得说呀。没发现介绍完我的名字，场面已经尴尬了许多吗？哎，这没关系，大伙儿都熟人。介绍你会更尴尬的。这尴尬就尴尬吧，非得尬一下哈。啊，对对啊，还尬一下，尬一下吧。来。他叫郎鹤炎，是我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刚才因为下雨是吧，那个大伙儿的身体没有缓过来，比较寒冷，重新来。我叫张鹤伦。回来。是不是找半天发现没有自己？哎呦，真是没想到在北展也有接站的。啊，我是接站的啊。那还自己接自己，是怕自己走丢了是吗？明星行不行？没有。郎老师大腕儿。没有大腕儿。现在名气大至极，快有喜欢郎老师的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呦，今天你花了多少钱雇他们啊？哎，也就40多万，不是没有。啊，有喜欢我的吗？好吧，有点自取其辱了哈。喜欢我的观众在哪里？举下手，我看看。哦，好，3位、4位，哦，已经到齐了。您这两桌麻将还差一位呢。没有关系，我知道喜欢我的观众都已经坐在了剧场的外边。这是干嘛呀？这是他们正在排队往里边进。你看看，真是那避雨也不进来。王老师现在名，好的，谢谢。哦，这是刚进来的吗？人进了半天了。哦，安保人员吗？嗯，废话。哎，好，回去啊，行，回去嘛。就这一个还让人回去呀？别，你发现了？哎，我的观众这儿一个。我的观众是扇形排开。哎，他们虽然说人少，但是面积大呀。哪儿面积大去了？就把着这四个角，你瞧。对了，知道还是东南西北，这是剧场最重要的几个位置都让我的观众占领了。合着还是看门的。这不是重点。还有不重点的吗？今天来了都是托郎老师的福啊。哎，别跪下，真的没磕头啊，下回再来。真的，今天安保人员进来的时候今天特别严啊。是我们德云社以往啊在北展演出没有这么严的时候。对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安保人员挨个查，这叫什么演员证啊，安检啊。巧了，我的丢了。对，不是换票了。这说谁呢？这是没有换票。嗯，到的时候安保人员不让进，请出示工作证。对呀，我说我干嘛呀？演员啊。哎，明星。自嘲啊，都是欢乐喜剧人第二名。你喊出来呀。不是第二名怎么了？第二名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吗？对不对？哎，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。我就这话说的。对不对？咱们这是银杯，第二杯，第二杯怎么了？第二杯半价。您还是拿演员证换票去了？这是，啊？没有，到的我说不认识我吗？平常不看电视吗？看什么呀？啊。法治精神有我呀，他顶多就是那无名男师，就是。真是那样，保安说我并不看，我们安保人员不让看电视。哎呦，我说我搭档啊，郎鹤爽。对，谁呀？我还真认识。哦，郎老师，爽啊！我知道，爽已经进去了。我在哪屋？在哪屋？在哪屋呢？说第二屋是爽。嗯。把话说全了啊，找他的哦，都是因为他才能进来的。您太客气了，这名气大之极。没有，现在到哪儿来，哎呦，好像还有粉丝什么接机，哎呦，现在这雇粉丝接机都不告诉我一声了啊。我没花钱雇这个。现在名气这么大了，哎，没有，真的，人家也是现在捧哏演员啊，嗯，好多的都比我们逗哏演员，就是那个招观众待见，大伙儿心疼我们啊，尤其站在台上来说，尤其他们。
捧个演员有特点。什么特点啊？你看就往这一站，我形象来说啊啊，一个光头可可爱爱的一个小胖子，还可可爱爱，往台上不说话，你看憨厚的狼憨憨，挺实在的，倒是跟一个湿湿的一样。对，我还是不是守你们家门口了是怎么的？最起码在台上压台呀 啊观众认识，就这因为这点，平常认识我的特别少，是吗？经常把我认错。他那天吃饭的时候啊，一个观众过来，您好啊，您叫郎鹤炎？要，其实我已经习惯了，嗯，我习惯了。我说那个，您认错了。嗯，他说啊，您不叫郎鹤炎吗？还问我说不叫，我不是郎鹤炎。嗯，开始他回头啊，看他那旁边那桌的人，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，就是他。哦，好几个人一块儿啊！他，您骗我呢吧？啊，我说没有，我您真不是。啊，您不姓郎吗？我说我不姓郎。嗯，不能啊，我刚百度完呢。还百度了呢？我一看他也没有走的意思。我说你这个，我呢，我的搭档是郎鹤炎。哎，这一说，这不给一个台阶吗？哎，明白了。哈、啊，他哦，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记错了。想起来了，阎鹤祥。哎，嗨，这俩捧哏的怎么搭档呢？这不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烧饼。我说行了，行，别猜了，别猜了。好，我那个我叫张鹤伦。哎，哎呦，张鹤伦，我知道，特喜欢你，超喜欢你，看过你好多的视频啊，能跟你合张影吗？哦，其实我知道他一过来啊，就是为了合影。嗯，啊，您怎么说的？不行。对，您这拒绝人家了？不是，这儿不行，正吃饭的嘛。哦，不方便，上旁边跟他照了。啊啊，照完之后啊，我就在琢磨什么呀？啊，我就琢磨，你说他超喜欢我，嗯，不知道我是谁，总看我的视频。不认识我，刚百度完没记住。那真心话大冒险。我就说我这么没有特点吗？嗯。他刚走两步给他叫住了，我说哎哎，姐们儿姐们儿，你等会儿。你要跟他合影啊？疯了！我说你等会儿，我就特想知道你刚才手机里百度的是一个什么玩意儿，关键词。他还挺不好意思啊。嗯。我就搜了五个字儿。哪五个字？德云社胖子。对。我说那应该出来的是孙越。对呀，孙老师最胖啊。还不是孙越，岳云鹏旁边喂大象的，我认识。哦，搜孙老师应该搜大象。就是说你看人家形象在这儿呢，嗯嗯，一眼观众就能认出来，一目了然。到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特点。哦，然后人家往里边一站，我怎么了？对，光头啊。是啊，观众都认出来。哎，他是那小秃子。秃子，秃子还小秃子，一语就能说出来。是，现在来说，尤其德云社来说 啊观众喜欢的更注重形象的。哎，对，都看脸。而且我不说更注重吧，就是形象好的观众，哎，会觉得这个人啊，有一种清新的感觉。哦，而且尤其你看现在，帅哥越来越多了，年轻漂亮。对，嗯，我们这叫，这叫腊肉哈、啊，别着急，一会儿肉松就上来了。你是说最后的吗？还有肉沫都有，就是餐后甜点。别着急，反正来说啊，现在这个德云社的演员一个比一个火啊，哎，一个比一个精神，一个比一个帅气，都有能耐呀。其实我也超喜欢他们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哎，而且啊，干嘛？咱们俩今天来个游戏吧。来什么游戏啊？来来一回啊，师爷当年的一个作品，侯耀文先生。对了，打扑克。打扑克。来回这个怎么样？咱在这儿打扑克，哎，都是德云社的演员。你干嘛？这是德云众将。哎呦，这工作证就换了扑克了，这是。都是演员呢。是吗？都在这里了。哎呦，今天咱俩来一回，咱可以啊，一人一半。咱俩人 PK 啊，行不行？行，你不一定赢。谁说的？我这秃子就是打扑克打的。拉，你也不一定输。是吗？哎、我谢谢你。这么一会儿赢两局，你看这不好意思。一人一半行不行？一人一半，我给你四分之三，你都赢不了。给你一半。给我一半。什么？不是你自己分你？哎哎哎呀！哦哦哦哦哦！啊！兄弟，哎呀我！兄弟，现在投降，算你输一半。
这张太厉害了啊！这张太厉害，我先收起来。你说，我的天，我就哎，一会儿这是我保命的牌。你听我的，你把它缝好了，因为第一回合你就已经嘎嘣了，知道吧？来吧，出出看吧啊！来吧，行，让着你，你看看啊，你先出，我先出啊，先出，我先出，我先找一找，找一个比较哎。我也先排兵布阵一下，我这哎呦，哎，头一张谁呀？张九南。张九南怎么了？抖音小王子。舞台上的表演风格，那就是撒了缰的野狗。对。那不就是狂犬吗？别的相声演员是费搭档，他说相声费自己。行行行，费自己。好好别美，管上。谁呀？秦霄贤。这能管上吗？老秦，你听听这个呐喊声，你费自己没用，我们稍微磕一下话筒就灭了你了。好。行行行，来这个是吧？以后都给话筒上保险。那这个我想想啊，你都找这张了，我得找一张差不多。现在认输来的。管上。谁呀？孙九芳。这是孙九香。不识字儿都。听我的，字太小，就接张鹤伦去就行了。啊。孙九香，孙九香能管上老秦？当然能管上了啊！你长得再帅，头发也给你薅没了。行行行，都说这个了是吧？管上，哟呵，谁呀？周九龄。这能管上吗？那当然了，佛系捧哏办贺堂，随时下班，周九龄。小先生多可爱呀！哎，不要抢我们捧哏演员的动作。哎呦喂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您放马过来吧。管上，这谁呀？杨九郎。杨九。你那个捧哏太佛系，还得看我三庆小霸王。杨九郎能管上谁呀？顶多就管上我这对眼睛，你知道吗？甭来这套。管上。谁呀？张九龄。这能管上吗？九字科大师哥，头九第一个，啊，那大师要问九字行不行？问问小黑张九龄。好好，管上。谁呀？王九龙。王九。王九龙能管上我们九龄吗？哈，你头发给你薅没了。你再厉害，你台上你也打不过我，武打相声开创第一人。真的，云鹤九霄随便单挑，除了德字的没有挑过，剩下的哎呀，可以了。说到武术了是吧？啊，说到武打了，管上谁呀？孟鹤堂。怎么这个没挨过打吗？不是没挨过打，怎么铁门槛啊？对不对呀、啊？我们冰糖葫芦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人长得也帅，相声有新人第一季总冠军。我们就一刹车哭，弄死你！你这叫猪叫！你别管啊，没有用。好了、啊，既然周九龄都出来了，孟鹤堂啊，孟鹤堂，周九龄是我的人。哦，怎么还偷牌呢？这个？哦，孟鹤堂啊，孟鹤堂，管他太容易了。我听听，杀手锏，管上。谁呀？张鹤伦。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粉妆玉砌，傲骨英风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四个字就概括了。哪四个？臭不要脸！你把我扔了，知道吗？我把你扔了，我没把你撕碎了就可以了。啊，你比得了人孟鹤堂吗？怎么了？啊，创作的才子。很多包袱都被师兄弟们所使用，得到了师父的肯定，欢乐喜剧人郝旋冠军。郝旋冠军就是没拿，知道吗？您那是半价的，啊，人家孟鹤堂，人家相声有新人总冠军，再是冠军也是新人。
不是您这么捧自己有意思吗？啊，英俊潇洒，你再来我弄死你啊！这别说那没用的了啊！你来，这个管上，这谁呀？阎鹤祥。不是，阎鹤祥能管着我？太能了！我告诉你，口吞残月半斜阳，太子捧哏评书忙，铁骑单骑数千里，人称壮壮，阎鹤祥。到他这老四六八句的，你看着没有？我骑上我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。你们都会是吗？行吧，来吧，纪言阎鹤祥都出来了。嗯，好吧，看看还有几条命啊？管上谁呀？烧饼烧。不是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、啊。云字儿的，云字儿怎么了？儿土。啊，本名叫朱建峰。猪见了都疯，何况阎鹤祥。好，当年阎鹤祥嘴怎么歪的？就是见了烧饼。吓歪的呀、啊、我以为是烧饼亲的呢。疯了，所以猪见疯嘛。甭说那没用的，管上陶阳。云字的能管上我吗？哎，陶云胜，京剧神童，相声新秀，台上台下百看不够。好，百看不够。对，我让你来个百看不够的人。云字的，管上。谁呀？张云雷。哈，一曲《探清水河》火遍全国，能说能唱能表演。戏曲歌曲样样强，怎么样？那个，要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这全是大牌。栾哥，该你出场了。不是，栾云平能管上张云雷啊？忠肝义胆都说行，师父赐名栾云平，要问评论谁最狠，问问怼怼行不行。不是，你是跑这背诗来了吗？好家行啊，栾哥都出来了，总队长都搬出来了、嗯、你瞧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管上谁呀？高峰总教习，德云总教习，这俩一模子。对了，再厉害，再总队长，你也是个臭捧哏的。不是，怎么着？这有点台上你也得听我们逗哏的。人身攻击了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来，管上。谁呀？岳云鹏。甭管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前两年最火的演员。好，好，哎，漂亮，好厉害。谢谢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管上谁呀？孙悦。你不如出大象。哎，对了，大象捧哏的身材那有什么用啊？岳云鹏，你在台上娘们唧唧，全靠我在台上衬托着阳刚之气。要不是我衬托着你，你早去泰国深造了。对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？别嚣张，管上谁呀？郭麒麟。你看咱这牌一个比一个大。不是，你这能管上吗？我就别的不说了，德云社以后是谁的心里没数吗？Yes, it is. 谁 it is 啊？啊，不应该这么肯定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的话，你脑袋比我还亮呢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、没戏了吧？把太子都请出来了，多新鲜呐！哦，得他出山了。嗯，谁呀？管上谁？于谦，于大爷。不是。你这于老师能怎么了？能管上琳琳吗？当然能管上了，那是师傅，师傅管徒弟，天经地义。于大爷现在多火呀！嗯，你上热搜看看去。眼瞅的越狠，人设站得越稳。怎么这于老师抽的是续命烟是吗？别美，管上。谁呀？于大娘。不是大娘能管上大爷？你在外边爱怎么着怎么着，回来一样给我刷碗做饭看孩子。
啊，还烟抽的越狠啊，就狠的这抽烟，每回于大娘跟于老师亲热的时候都跟舔烟灰缸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正好守着刷了，你别来这套。好，于大娘都出来了，还有牌吗？赶紧认输吧。于大娘都出来了，管上。嗯，什么呀？我的男神郭德纲。不是，这郭老师能管得着人吗呀？当然能管着了啊，对不对？师傅于大娘还有于大爷三个人的爱情故事，你先等会儿吧。怎么这么乱呢？在师傅的作品里边当中，是不是经常出现于大娘？啊，是。怎么说？全凭师傅一张嘴，说让你出轨就出轨。行行行，那要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得拿我这底牌了，我得管上。能管师傅的是谁？我看看。师娘。自幼古曲美名扬，相夫教子诉衷肠，任你台上多戏闹，德云家长我师娘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哈，师娘都出来了，多新鲜，认输吧。把我压箱底儿救命的牌我得拿出来了。你拿得出来什么呀你啊？这个不是，这是宾馆小名片。对，你留它干嘛呀？不是宾馆的电卡、啊，宾馆的。哦，说清楚了。哎，这就是他了。谁呀？这是？我先不说他是谁啊。师傅说话他爱搭不理，师娘说话就当没听见，随心所欲，舍我其谁？德云社，我师傅的二公子郭汾阳。他呀。首先请您欣赏四郎探母，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。多好啊啊，大伙儿来看演出啊，谢谢谢谢。这是送你的花圈啊。哎，不，今天是师傅跟于老师20周年。是。后边摆那么多花圈，这是上坟呢，这是啊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大家啊啊！哎呀，有人说我秃了啊，霸道。这位老师啊，嗯，大伙儿可能都熟知啊。啊，都认识我啊！我也非常喜欢这位老师。这位老师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对啊，叫周狗粮。没错，拿这个狗粮老师呢，说对了，他是一个周九良。周九良，哎哎，周九，周九良，周老师啊 啊，说相声的，是相声演员，嗯啊，在德云社有一些名气，哎，大伙捧啊，好多观众都喜欢你啊，是吗？啊，有好多观众都慕名而来。啊啊！我也是，我也是啊！您也是来看我的、啊？我也是来看您的。你带花圈了吗？来的比较仓促。哦，上坟空着手呢。啊，烧点报纸吧。没有没有、啊，我呀是看您是说相声的啊。对，我是讲相声啊。我知道您是说相声的艺人。那我来说呢，嗯，跟您呢其实也沾点边儿，咱也算是半个同行吧。半个同行啊。对呀，啊，您也是修脚的？你德云社都这么聊天吗？不是，我专业是搓背的，业余说相声啊。业余说相声、嗯、不是，我不是修脚的，也不是搓背的啊。您是做什么工作？那个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就我往这一站，嗯啊，就这个身，就这个做呗。哎呦呵，瞧不出我是干什么的。您这要下蛋啊？下蛋像话吗？趴窝来了。那瞧不出来吗？不知道。好好瞧瞧，你贼仔细瞧。看不透。真看不出来？嗯。哎呀，你真是你。眼睛不能啊，嗯，这相声演员这眼睛都一看人一个准儿啊，啊，那是那帮说相声的。您呢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是搓背的吗？您是您不要卖关子了，快说吧。
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呢，嗯，摊牌了，摊牌了，嗯，我也不装了啊。行，我是干什么的呢？啊，戏子儿。什么您呢？戏子儿啊，戏子儿啊，因为老话说的好嘛，啊，就是什么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说的就是咱俩吗？您一人占俩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咱俩，我这戏子儿。哦，您是您直接说您是唱戏的就可以。唱戏的，唱戏的啊，唱戏的。现在小有名气，啊，小有名。我现在是您什么身份呢？那个，啊，介绍一下。啊，我是这个中国国粹。哦，您是中国国粹。网络推广大份，说的就是我。您是什么？网络推广什么？网络推广大份呢？推广大，您是不是想说大使啊？推广大使啊？大使大份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差远了。我们这是人类的，您那是牲口的，这叫什么话？推广这叫什么？推广大使。对了，推广大使。嗯，说的就是我。您在网络上推广。哎，对，现在小年轻人都不爱听什么京剧了，对不对？不喜欢去戏园子。对，而且现在这个自媒体这么发达，嗯，所以说像我呢，我呢就搞点这个京剧啊，然后在网络上跟大家伙分享分享。这好啊。啊，我就开直播呀，直播。哦，直播的时候给人唱戏。啊，不光唱，连皮带讲。有时候也给人挖点坑什么的啊啊，所以大家伙儿，你看有那个你郭老师坑王吗？嗯，是，对不对？是， 是， 是啊，老挖坑，我也老挖坑，啊，大家管我叫大粪坑。啊，您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那么厚重，观众爱戴我啊啊，爱戴我，哦哦哦哦哦，唱京戏的。您在网上啊，没事在网上唱唱。哇，还真没听过您啊，哎。这么着啊，嗯，我们这是说相声的场地，嗯，老说相声也没什么意思，是，要么您唱一个吧，给大伙儿唱一个怎么样？各位，好，哎，热一热场子嘛，唱一个不就唱一个吗？哎，唱一个可以，啊，你把那个补光灯还有那个直播架给我拿来，我拿手机支上，开个直播，然后我给大伙儿唱一个。你非得直播才能唱是吗？嗯。要不然呢？不是我的意思，让您在这儿给现场的观众唱一段。我没这么唱过啊，没那么唱过。对，你这人太多了，我这不太好意思啊。就是我知道您是属于这个见光死啊。不是见光死，这你不开直播，你这。就我自个儿看不了，现场不能唱吗？您平时怎么给大伙儿唱的？也行啊，也行，给大伙儿来一个啊，那个，就平时直播的时候怎么唱的？行，是不是得叫板？对，可以啊。你还是给我支一机器吧，要不然我有点不太会。不是，您就在这儿唱吧，我们这儿没有这个直播设备。来两句啊。啊，您平时在这个直播的时候。怎么给人唱的？多了不来，就来两句啊！网友听了，这要唱，大个儿隆的隆当，一个儿啷当，一个儿啷哒哒啷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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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儿啷。感谢榜一大哥刷的礼物啊！你先等会儿。怎么还要刷礼物的呀？废话，人家刷礼物，你不得谢人家吗？这是现场，不是直播了。那有刷的就得谢谢。哦，有人给你刷礼物。对呀，你得谢谢。那是直播，那是直播，啊，是直播。啊啊啊！直播知道，啊。咱们现在唱吗？不，现在唱这个，因为什么呢？嗯，因为什么不能唱呢？因为确实是有点小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就是小原因。嗯，最近呢，这个嫂子不在家，所以谁？嫂子不在家呀，找弟妹呗。嗯，
也行。也什么行啊？你找什么嫂子？嫂子不在家。嗓子不在家。您说嗓子呀？嗓子不在家啊。所以说这你这唱个味儿还成。哦，味儿还成。哦，嗯，你是嫌这个我们的观众掌声不够热烈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。没人叫好，你唱不了。没有，没有那意思，就根本有点瞧不起我们这个相声观众了、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哪敢呢？不敢，不是那意思，不是那意思。我这你一人怎么唱啊？这玩意儿，我跟您唱啊。你会吗？你？您放心啊，我艺名小姨子啊。你嫂子没来，我小姨子来了。你会京剧啊？京剧我太喜欢。好，我师傅他也喜欢啊，他在那儿教我。你还会京剧呢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行，您还会京剧？京剧你会？你知道那京剧舞台上那演员都怎么上台吗？都懂。怎么下台你知道吗？上场门上，下场门下。对，那台上什么作品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那身段啊，你看我这身段怎么样？那怎么让大哥刷礼物？你知道吗？不太懂。你看完了吧？我觉得应该是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。行，榜一给你刷礼物，有点底子啊，有点底子可以。哎，咱们直播间的宝宝们、老铁们，是不是？行，你真会哈。我会呀、啊，你真会。直播我不会啊。考考你，考考你。嗯，真会京剧。京剧里边，这个作品什么意思？贞观。哦，可以呀啊！贞观都知道。你又改了打名了。行啊，看看，这什么意思？端带。行啊，小子。哎，真知道点哈。您夸奖。嗯，哼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端带吗？不，不是，这是端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裤子掉了，提上。提？怎么还提裤子呀？行啊，可以呀、啊。看这个，哎，来山吧，山吧，嗯，这是这个哈。是啊。啊，这叫云手。云手，哎，啊，也行。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完了吧，难住了吧，回去跟你师傅好好学学吧。这什么？这我不知道。这不知道了吧？这是什么呀？告诉你，记住了，这叫雨刷器。啊，台上有学雨刷器的吗？现代京剧嘛，对不对？再考考你。嗯，考考你小子。这叫搂髯，就是带那胡子。呼，行啊。哎，看这拖髯，可以呀、啊。推髯，行啊。嗯，好家伙，看这个，咯咯咯，张飞那丝扎，不对，这是丝扎。这咯咯咯，这我不知道。双击六六六啊！您这还是直播呀？行，还真知道点。嗯啊，是行，知道。咱来一回吗？来一回不是来你我那个戏你都唱不了。您挑一啊？我那戏你都唱不了。怎么会唱不了、啊？我们那都网络新编戏，都有什么呀？惊雷听过吗？你看傻了，傻了，惊雷没听过。惊雷通天修为天塌地陷自己引出位。你都没听过不成啊你。你们也是爱骗他。就这个还给鼓掌，现在观众是太善良了。这是惊雷啊。这怎么了？啊，这怎么了？你惊到我了。还有别的吗？嗯，没了。
哦，没了。哦，行，就这个啊。那我不会唱。你说唱什么？我挑一唱。最起码咱大使嘛，对不对？咱什么都会啊。行，你挑吧。行，我挑一个，咱唱一回《四郎探母》。好，《四郎探母》。哎，这是你编的？我没有那能耐。那这是什么戏啊？这是老戏，传统戏。哦，传统戏，传统戏都会。哎，行啊，小子。是啊，传统戏都会。嗯，还真是，我还真是你眼看人低了哈。传统戏都会，真可以。嗯，行，那咱唱一回《四郎探母》。四郎探母，四郎探母可以。对，唱《四郎探母》，给大家伙讲讲吧。这《四郎探母》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啊，这《四郎探母》啊，你给大伙讲讲吧。怎么甩到我这儿来了？你考考你嘛，四郎探母什么意思？四郎探母，杨四郎嘛，失落藩营145年，隐姓埋名啊，跟这个北国的铁镜公主结为连理，聘成驸马了。有朝一日啊，这时候宋辽交兵，赶上这个他的母亲啊，佘老太君押送着粮草来到阵前。杨四郎在北国思母心切，每天是愁眉不展。后来跟这个铁镜公主一商量啊，铁镜公主帮着他过关见母，这叫四郎探母。哦，对吗？哦，对啊，跟我想说的一模一样。是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我也是嘴快呀。是这么回事。嗯，四郎探母，那咱唱一回四郎探母吧。四郎探母啊，分一分角色。甭分了，全是你的。全是我帮你控评啊，哪大哥不刷礼物我给他踢出去。这还能踢出去呢？嗯，这不是您得唱。我唱。您得唱。那我来谁？您来这个主角杨四郎。我来杨四郎。好，我来杨四郎。嗯，这杨四郎跟杨九郎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怎么想起这位来了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那您来谁呀？啊，杨四。啊，你是杨四郎。杨四郎，你来谁呀？我来铁镜公主，怎么样？谁呀？啊，谁呀？我呀。你呀？对呀。你来铁镜公主。青衣怎么样？好，趁着我最近小姨子还在家。你来公主啊？我的天哪，你就这模样就公主？怎么着？要不杨四郎想他妈呢？喊着他来公主，这你管我这模样呢？你这你我自己爱看，你管着吗你？好呀，要我也不在北国待着呀。嗯，就台上那么一会儿。行，就台上那么一会儿，着。哎，我就凑合瞧了。啊，行，那你来公主，我来四郎。行，好吧。嗯，然后呢，咱就开始了。就开始了。哎，对，啊、嗯，咱们把这个桌子往后搭一搭。搭桌子干什么呀？腾出地儿来唱戏，分出前后台。你看我们这个直播跟相声就不一样。嗯啊。这大桌这腾出前后台来了，怎么腾了？桌子前头为前台，桌子后边那是后台。啊、您那是上场门、啊，我这是下场门。啊，问清楚了，一会儿别走错了。哎哎，啊，这是哪儿？这是下场门。这是下场门。嗯、这是哪儿？是上场门啊。啊，这儿呢？后台。这是后台，这儿呢？前台啊。这是前台啊。那这是哪儿啊？下场门。啊，下场门。啊，那这儿呢？后台啊。后台啊。这是哪儿？上场门吗？啊，这儿呢？前台啊，前台，别喊我啊，别喊我，前台，这是哪儿？前台，我看看啊，啊，行，这个，哎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前台啊，这是前台，这是前台，嗯，那这儿呢？前台，啊，这是前台，好，这是前台，那这是哪儿啊？咱这拜四方呢，咱们，这问清楚了吗？问清楚，我这不怕迷路吗？迷路？啊，就那么点地儿，屁大点地儿，你能迷路？这不怕迷在屁里吗？啊，要么说您是大使呢？过奖。行，这个分出前后台来，分出前后台来了，还少两把椅子，我去拿。啊，行，那你要不，你要让他们来吧。你看他们很踊跃，让他们来吧。啊，反正我是不想来呀。那椅子搬了，那我得捯饬捯饬吧。哎，行，行不行？杨四郎嘛，我知道杨四郎长什么模样啊。嗯，借你们这手绢用一用啊。您随便用，我包一包头，三年没洗了。
咱们呢也好分一下角色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包头的就是杨四郎，行，好不好？一会儿你拿那手绢，拿手绢的就是公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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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大风车呀，抻面来了，他这是。哎，角色一分，您看着也一目了然。他是杨四郎，杨四郎比杨九郎少五郎。我是铁镜公主，我是北国的公主，哇，我真是一个在逃的公主啊！人不捯饬不好看，捯饬完了您再瞧，肯定漂亮。哎，快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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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过来吧，快过来，赶紧过来。来了，哎，你站我旁边啊，啊，站我旁边，信号比较好。信号好，您这路由器呀，这是？没见过吗？啊，杨四郎那帽翅啊。哦，这是帽翅啊。对呀。哦，行行行，哎，啊，跟您交代两句啊。怎么了？我们这个没有乐队，没有乐队，用嘴打家伙，用嘴学，您可以吗？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咱就开始了啊，可以 啊， 啊，您来这边啊啊。开始啊，开始了。不是，哎，哎，啊，咱马上要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不是，马上要唱了啊，唱。咱能不能入戏呀？这杨四郎思母心切，这愁眉不展呢，你嘻嘻哈哈的，怎么还？哦，愁眉不，对，愁眉不展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入戏，愁眉不展啊。注意您的表情管理。哎哎哎哎，行，开始啊。开始吗？嗯，可以了吗？已经等你半天了。来，驸马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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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啊，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，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，有船吗？船沉了。你呀，你站定了，你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都什么呀？这不你不要伴奏吗？这就是你的 BGM， 是唱这个吗？唱没到唱呢，在这唱也不是唱这个呀。哦，不是，我这说驸马，你得说这有个词儿啊，有词儿行，我叫您，好嘞，啊，得嘞，有点礼貌行不行？好啊，好。哎呀，嗯，驸马来了，老妹儿。谁老妹儿啊？谁是你老妹儿啊？不就叫你吗？公主啊！啊，公主，我不是公主吗？啊，公主，叫你公，你得上口啊！啊啊，公主啊！你这啊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啊，驸马啊，公主啊！咱俩守灵来了，这是，啊，啊，坐下了啊，这让座了啊，那啊让座哈啊，那你再叫再叫啊，驸马啊，公主啊，哎哎，老妹儿，我给你擦了，你坐着。公主请坐啊，公主请坐啊，驸马请坐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驸马呀。这几日您这愁眉不展，莫非说有什么心事吗？哈，啊，正是啊，只因那直播间那无忧大哥在刷礼物。是这事儿吗？咱唱戏呢。我没啥愁事了。你这儿有一句词儿。什么词儿？什么词儿你不知道啊？我大屎我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大粪坑我能不知道吗？
你知道你说呀。我说知道我不就说了吗？嗯，什么词儿？什么知道我不就说了吗？您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不是不知道，就是忘了。忘了就是你稍稍一提醒我就知道了。行，我告诉你 吾有什么心事啊，公主莫要多疑。不就这一句吗？这是吾有什么心事公主别瞎心思有什么心事说与咱家，咱家与你做主此话当真当真啊，当真当真。我告诉你，去怎么还咬耳朵呀？怎么这位秘密吗？秘密你也得说给大伙儿听啊。我说给大伙儿听那还叫秘密吗？你得说出来呀。我说这是舞台，京剧舞台上啊。好，我说我什么秘密？什么词儿你不知道啊？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大使，我粪坑，能不知道吗？你稍稍提醒我就去。只怕公主泄露消息 只怕公主泄露消息呀，怎么着？还要咱家起事不成吗？那可不咋的。嗯，巧了，我们番邦女子生来不会起事，不会起事。嗯。那算罢了。刚才来你回来干嘛去？拿补光灯去啊？你又不歧视这就算了呗。什么就算了？那不爱聊就不聊呗。你想不想见你这老妈妈了？思母心切，你得问着我，你得教我呀。我教你什么？你得教公主怎么歧视啊。怎么讲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知道了，不就这词儿吗？对呀、明白。来吧，来。怎么说啊？还有咱家起事不成吗？公知，我来教导于你啊。皇天在上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后土在下。你我二人今日在此结拜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大哥，二弟。这一拜忠肝义胆。你起来起来，你跟你媳妇儿是把兄弟呀？不是这词儿吗？是这词儿吗？不是这词儿吗？是那么唱的吗？不是这么唱。不是你会不会？你到底我能不会吗？我能不会吗？我大使，我大风。你别拍了，你再见我一身你。谁不会呀？就这观众不爱听，知道吗？观众爱听这个吗？爱看这个了吗？四郎探母要是什么？四郎探母戏胡是什么呀？叫小帆呢？后边是有叫小帆，没唱到那嘎调啊！咱翻行不行？那直接翻呢？直接唱那儿啊？对吧？你这多无聊，大家伙也不爱听这个，对不对？你早说呀！我早说，咱来那个，直接唱那个，直接唱叫小帆来。行，来，大家伙。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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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见公主到林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安门，把那青藏脚下。感谢大哥刷的礼物啊！